近日，由方玉伦、林美士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《明月照我心》正在火热更新中，剧情轻松搞笑又不失甜蜜，让不少的观众都非常喜欢。这部影片主要围绕了李明月和李谦因为被迫和亲，所以两个互相看不起对方的人却在不断相处过程中爱上了对方。而最新的剧情当中，明月的二哥带着左将军云四来到北轩，而左将军一看到了明月就一直守护着他，这让李谦很快就看出关系来了。其实明月在和李谦和亲之前就和云四有过一段情感，只不过因为明月被二哥封锁了记忆，所以一直都想不起来了。但是左将军一直都对明月有着很深的感情，满眼都是明月。有一次云四还问明月还记得和汐月的事情吗，而明月就说不记得了，但是左将军就控制不住感情，就直接强暴起了明月。这个场景倒是吓坏了明月，而很快就被李谦看到了。李谦当场就气炸了，直接上前当众强吻了明月，这是我的女人，非常霸气。不得不说李谦也是非常爱吃醋了，但是也是非常可怜左将军了，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做了别人的王妃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？